诸位大的比丘，诸位居士同修，请宣开经本，请看经文：舍我得佛，国中天人，一切万物严净光丽，形色殊特，穷微极妙，无能称量。其诸众生乃至待得天眼，有能明了辨其明数者，不取正觉。舍我得佛，国中菩萨乃至少功德者，不能知见其道场数无量光色，高400万里者，不取正觉。舍我得佛，国中菩萨若受读经法，风诵持说，而不得辩才智慧者，不取正觉。第27愿：万物悉皆殊特愿。大意是，如果我成佛的时候，国中天人，就是待业往生的众生，这是指正报。一切万物是指依报，无论是正报还是依报，都是非常的庄严、清净、光明、华丽，它的形状、颜色超胜一切，极为殊特，其精美程度是穷微极妙，用语言没有办法去称赞，用思维没有办法去测量，这样的穷微极妙的程度。其诸众生就是在极乐本土的这些往生者哪怕他已经得到天眼通，都没有办法来辨别极乐世界的庄严的名目数量，清楚明了他的性相因果。如果这一愿不能兑现的话，就不取正觉。所以这一愿展开的就是无量的庄严了，也是阿弥陀佛因地做法藏菩萨考察他方世界的正报和依报有种种的残缺不美满，于是就升起这一愿。那他方世界为什么有种种的残缺不美满，就是它的缘起不一样。比如我们这个世间就是众生的业力招感的一世心缘起的这么一个秽土，那阿弥陀佛要庄严一个清净的刹土，它在缘起上就得要有一个本质性的转换。在天亲菩萨概书极乐世界性功德性功德就是谈极乐世界是怎么缘起的正道大慈悲，出世善根深正道就是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无上正真之道，那这个正道也就是法性法界，在正道当中就切入到诸法的实相升起无缘大慈同体大悲。在这个大慈悲是属于出世的善根，所以极乐世界它的升起的缘起就是叫法性的缘起，这个法性是无漏的，是无为的，是称性的，由这个法性愿心升起的正报庄严和依报庄严全体都是这个正道，都是这个法性
都是一真法界啊。啊，所以我们要了解极乐世界的缘起，就是法界的缘起。既然是法界缘起，它的一一庄严当体就是法界，所以它的总相就是观彼世界相胜过三界相，就西方极乐世界的那个相状是超越三界的。因为三界欲界、色界、无色界是众生所涅槃的那种污秽之相、无常之相、逼老之相、败坏之相啊。那极乐世界法性缘起的刹土，它就是涅槃的常乐我净的彰显，它就无衰无变，永恒如是，不会衰变，没有污秽。所以我们才会体会这一愿，国证天人他的颜色是紫磨真净色啊，他的体质是金刚那罗延伸啊，他具有像佛那样的六种神通啊，种种辩才。那这个国中天人的这样的身相光明、智慧、辩才，不是这些天人自己的功德，乃是阿弥陀佛的愿心所现、愿力所加披。所以你看谈这个正宝庄严，在天亲菩萨就谈了17种，有阿弥陀佛的庄严，有极乐世界菩萨的庄严啊，依宝庄严谈了17种，一共是3类29种庄严。那谈这个极乐世界的依宝庄严，那就是展现的更详细了啊。这个一切万物，这个一切万物包括它的地面庄严、地下庄严、虚空庄严啊，它的各种啊，这个景物的构建，它的颜色、它的形状，一一都是称性而起的。比如它的地面是叫七宝为地，黄金为道，那我们就很难想象我们生活在这样的一个沙地啊、土块的这么一个世界，很难想象极乐世界的地面是怎样的庄严啊。而且它那种七宝的搭配非常的奇妙啊，当它以黄金为地的为道的时候，它就以其他的啊宝作为地，但也不仅仅是黄金为道，它有时候可以琉璃为道或者玛瑙为道啊，所有的珍宝有种种不同的排列组合。而且地面上还有啊、树上的花、天人上的花，像一个地毯一样的，非常柔软，有种种的图案。在地面上又有7重行数，那这个7重行数不仅仅是七排啊、乃是啊、7重又7重啊、行行相止，金金相望。那每一棵树又有无尽的庄严，每一棵树就是全体的法界，你在树上可以想见他方世界就能见到他方世界，树可以有种种的光、种种的色啊，你细念这个树就能得种种的功德。所以这个一切万物，它就包括它的色、声、香、味、触，啊，这5层之境，都非常的奇妙，啊，它的颜色有种种的颜色，比如你是七宝合成的树或者池或者那个宫殿，金黄色就显出白银的颜色，啊，白银的光色又显出玛瑙的光色，而
光与光又相互的渗透，相互的辉映，啊，颜色非常的富丽非凡，包括天上虚空当中各种百鸟，啊，孔雀、鹦鹉、嘉陵、平且共鸣之鸟，它也是一套非常灿烂的景观。那个鸟的身上的颜色非常的灿烂，啊，好看，啊，而且是在飞翔状态当中，它的声音也非常哀雅，无论风吹林铎的声音，风吹宝网的声音，啊，宝池当中水和水撞击的音声，乃至于虚空当中有很多的乐器，风那个乐器不古自然显出的那种音声，也给人极高的审美之观。极乐世界它的构建都是珍宝，他方世界所有的珍宝，珍宝中最精的珍宝在极乐世界都有，无论是种类它的成色都是最高端的。那这个珍宝呢，它我们这也能接触一些黄金白银，但我们黄金白银跟西方极乐世界的黄金白银只是有概念上的这样的相同，在体性上、功能上、觉受上是完全不同，不可同日而语。比如极乐世界的黄金这些七宝，它很柔软，我们这世间的七宝，哎，它也有纯洁度，也能放点光，也有一定的柔软性，但总的还是比较坚硬。那极乐世界的宝柔软到就像丝绸一样，它可以做衣服披在身上，甚至这个珍宝还能变成液态的水。极乐世界八功德水都是七宝为水的，这个珍宝当中还有香味，就是百千万亿种的那种妙香就渗透到这个宝里面，啊，所以一一的珍宝又能放出宝香，珍宝之香，啊，它不仅弥漫在极乐世界的本土，乃至于可以弥漫到他方世界去，啊，所以有时候我们念佛或者诵经啊，比较清净的时候，不经意状态当中，哎，忽然闻到一种香，这个香好像也不是我们这个世间的香，哎，大概就是极乐世界过来的香。八功德水它的味道就非常的甜美，不仅能够解除饥渴，而且还能够破无明，开智慧。啊，如果你吃一下七宝树上的果子，你尝下那个味道，哎，你就能得无生法忍。哎，它的味道，包括你念头一动，哎，七宝补气自然现前，百味饮食自然盈满。你见色闻香啊，感受那个味道，哎，你都会得到无上的觉受。啊，它的触就是身体接触的这些珍宝，也是非常柔软的。如嘉陵陀林呢，非常柔软的这样的一个珍宝。所以你看这个五尘之境呢都非常的奇妙，所以它的体性是清净，清净到极点就有光，光和色交互的辉映就非常的华丽，显出极高的审美价值庄严。它的形态有各种形态，你看它的地下的金床是八楞的，有八角的金床，它大部分的形态可能是以圆形，但圆形也能够随机的转换，就非常的奇特，穷微极妙我们想这个穷微极妙怎么理解，都是很难去理解，就是它这种景物就是非常的细微，
非常的美妙，是一些人力，包括天上的天人，你去精工制作也制作不出来的啊。关键讲那个莲花座，你看看它穷微极妙到什么程度，超出我们想象，但我们可以去依稀仿佛的去领会那么一点啊。比如它的莲花呢有84000叶，那不是我们这个世间的啊一般的莲花了啊，也不是天人的百叶莲花了，每个叶子有84000脉，那这个经脉呢就像天然的绘画，莲花的叶子也是珍宝合成的，就有几百种珍宝，放了几百种光，显现几百种颜色，一片莲花当中的这种情形，有84000脉，每一个脉又能放84000种光，每一个光又有它相应的色，光和色啊是对应的，你黄金它就放出金黄色的光，你白银就放出白色的光啊。那这些光和色，由于它从每个经脉当中放出来，在极乐世界的人眼里，它是了了分明的，因你辨识的非常清楚的。那你说我们这个世间的眼睛也能辨识一些颜色，但可能我们就讲七色光啊，可能七色以上的微细的啊，可能我们都没有那么微细的辨别能力。极乐世界能够辨别84000种光色，那这个每个莲花叶子最小的叶子也有10000里，就是250游旋。那你想想，这莲花有84000个叶子，你这个就很难想象，这个84000个叶子，每个叶子有84000脉，每一脉有84000光啊。那一莲叶之间又装饰的百亿摩尼珠王作为这个叶子的装饰，那一摩尼珠呢又能放出数千种光明，那这个光明是有弥散性的啊，照上照下照四边的，所以这个光呢它就可以照到上面，就形成一个花盖啊，这个花盖呢也是显现七宝的光色啊，所以地面上都有这样的花盖，然后又有啊奴役珠来做这个莲花的台，莲花里面有莲花台啊，那这个莲花台不仅有奴役珠，还有金刚宝啊来装饰，在这个莲花台上又有宝网啊，清净的摩尼宝啊，妙珍珠网来庄严这个莲花台啊，台上有网，在这个莲花台上自然的显现有4根宝柱，这4根宝柱非常高啊，如1000000000亿须弥山那么高，这个宝床上又有宝幔，就是好像类似于啊织的那些啊丝织品一样的，也夜摩天宫的宫殿就有这个宝幔，啊，宝幔又是叫宝网，那这个宝网又由500亿微妙宝珠来缀在这个啊宝幔上，那一宝珠又能放84000种光，那一光又能做84000种不同的金色，要知道极乐世界一尘一花一水一物全体都是法界，法界就是依法具足一切法，你一束光就是整个法界，由这个法界一束光它能变出84000种不同的金色，就光是变黄金色里面都有84000种金色，
而不谈其他的颜色。好，这一一的光色就遍在了极乐世界的这个地面上，七宝地面上。而七宝地面上这样的莲花的光色，又在不同的地面区域来做种种不同的变化。这个变化呢，它呢又显出种种不同的形状，或者显现为金刚台，或者显现为虚空当中真主网，或者显现虚空当中各种奇妙的花云，就在极乐世界的每个地面，随心念来回转。那这个回转显现的这些景物，都是施作佛事，来令往生者修菩萨道果，做真上缘。又一个莲花座，它所展开的穷微极妙，那都是境界非常的广阔，而这个细微程度变化无穷啊！这就是你没有办法去称赞，你没有办法去测量。那为什么它能穷微极妙？因为这都是阿弥陀佛愿心所流现出来的。那个心就是实相的心，就是如来藏心，如来藏心的穷微极妙显现的景物的穷微极妙。那极乐世界展开的就是世事无碍的法界了。在这样的法界当中，那是无能乘量啊。所以在这个极乐世界往生者，其诸众生表明，极乐世界往生者有上至等觉菩萨、一生补处菩萨，下至这些凡夫往生的人就是各种往生者，乃至于他一去得到天眼通这个乃至就是从上向下而言，他都没有办法去了解极乐世界正宝庄严、依宝庄严的那种种种穷微极妙的富丽辉煌的无有穷尽的庄严。那极乐世界的庄严显现的是无尽一一庄严你都给他个名目啊，就是名相概念呢然后给他一个数量啊，那你是不可能把他的名目和数量辨别清楚。我们为什么常说极乐世界的庄严境界唯佛与佛方能究竟，九法界众生不能理解，就是这完全是佛的果觉的限量清净的境界，没有达到成佛的程度，你是没有办法明了辨别极乐世界的一真庄严的名形色光丽名数的。那这里还表现了一个一层意思，那这么无有边际的境界，我们怎么掌握呢？广略相及呀，广一正庄严的广可以弥伦法界，但这它的略收在什么地方？略就收在了六字洪名里面，叫真实智慧无为法身。刚才讲这是法界的缘起，法界就是佛性。佛性展开就是真实智慧无为法身，无为法身就是无量寿，真实智慧就是无量光，所以一一庄严也是从无量光寿的性德当中显现出来的那无量光寿的性德，这就是略到了心性广开无尽的庄严。那这个心性具体就体现在六字洪名。为什么这六字洪名称为万德洪名呢？就名号当中凝聚着极乐世界的正报和依报全体的庄严。那这
这些庄严也是我等众生自性本具的，但是掩盖在我们的无明烦恼里面。那阿弥陀佛把他已经证到的这个境界凝聚在六字洪明当中，作为本质境投到我们众生的内心，来引发我们自性本具的这个依报庄严。这就是本质境和印象境的复熏的关系。现在是在知见上了解这些，如果到了极乐世界，限量置身在这样的无尽的庄严当中，我们才会体会什么叫何其自性能生万法，何其自性本质具足这个道理。好，现在看第28愿，菩萨道树普见愿。这一愿的大意是，如果我成佛的时候，我所住持的刹土的菩萨乃至少功德者，就是功德很浅少的菩萨，也都能够知见我净土当中成菩提道的道场树所具有的无量的光明、无量的颜色，以及菩提树的高400万里的这种情形。如果这一愿不能兑现，我就不成佛。这一愿从字面上看好像也看不出什么深意，但我们去体会这一愿还是意味深长啊。法藏菩萨因地考察他方世界的刹土，虽能也有佛示现八相成道，每一尊佛在他的成佛的时候一一也有菩提树，但是他坐下的弟子以及一切众生都是随他的耶师的心智力所见的佛成道的菩提树，不是很庄严，就是见不到报身的菩提树。法藏菩萨就发愿，只要往生到我刹土，哪怕他没有破无明的人，修习少功德就是初发心的菩萨，没有断烦恼的菩萨，按他智力来看是见不到这样的无量光色的高400万里的菩提树的。现在我要加持他，让他见到，见到这个菩提树，报佛的菩提树，就能得殊胜的修道的增上缘。谈起这个菩提树，一般我们到印度朝圣都会到主要的一个地方菩提迦叶，就是佛成道的地方。菩提迦叶前面有一个叫正觉山，佛在泥莲禅和放弃苦恨要找一个成佛的地方，先是到了正觉山。佛在一坐呀，整个山都在动摇，所以这些地神告诉这位太子，你要成佛的地方是要在菩提迦叶。菩提迦叶就是3000大千世界的中心，这个树下面有金刚座，这个金刚座是贤劫啊，我们这个世界是贤劫。贤劫当时这个最初生成的时候，这个以大地同时显现的这个金刚座，所以这个金刚座才能承载一个菩萨成佛。他只有在金刚座上成佛，他这个地才不会动摇，才不会塌陷。在其他地方一坐一在这样，他可能地就塌陷，山就会崩塌的。所以贤劫千佛成佛都要在这个地方。
是菩提迦叶啊。那成佛的时候大地震动，但是这个地方它不会啊摇动啊，如如不动。就在这个金刚座上有一棵菩提树啊，这棵菩提树就有意思了啊。现在大家到那去都是啊，以菩提树为中心啊，外围有好几层的高台，真正的悬啊啊，金行啊，也有很多各个国家的这些比丘居士在那诵经呢、啊，顶礼菩提树啊。那地方由于大家都有一种恭敬心，一到那地方真的感觉到气氛非常的吉祥啊。到那去呢，就有点不忍去，不想走。舍不得走的感觉啊。在佛在世的时候，这个树非常高啊。每尊佛成佛的菩提树的名称不一样啊。这个像毗婆尸佛，他的菩提树叫波波罗；施其佛的树叫芬陀利树啊；释迦牟尼佛成佛的叫毗多罗树。当时佛成道的时候有100多丈这么高，但是在他的流变过程当中，这个经过好几次的摧残，这棵树的这个树干黄白相间，冬天和夏天不凋萎啊，光明鲜韧不变化啊，不会凋残。但是有一种情况，在佛涅槃之日，涅槃就是2月15了，哎，这棵树就有感应，这棵树就会凋零啊，脱落，但很快又恢复如初。所以常常在这个佛涅槃之日，诸国的国主啊他们都会带着很多的大臣啊信众到这里来啊，做种种供养礼拜啊，再用那个香水香炉来灌溉这棵树啊，然后对这棵树啊音乐香花啊灯几天连续几天做供养的。那他历经创伤啊，阿育王的时候就已经破坏了。阿育王刚刚登基的时候，他是信受外道的，不信佛的啊，信受外道他就会毁佛的遗迹啊。当时佛灭度之后，菩提树是佛的一个重要的象征嘛啊，他们一般毁佛的就要毁这棵树，所以当时阿育王就派了很多兵呢 啊来砍伐这棵树啊，甚至把这棵树的根茎枝叶啊，一寸一寸把它截断，然后就开始烧这棵树来祭天了。但是神奇的是，这个被烧的这个烟焰还没有啊这个扑灭的时候，忽然火焰当中又升起了两棵树，猛火当中升起两棵树，而且枝叶繁茂，所以一般就叫灰菩提树。是阿育王是见到这样的一个奇异的情形，他开始觉得自己罪过很深了、啊、包括还有一些打仗杀了很多人，为什么以后他虔诚的信佛呀、是有这么一些奇异的经历啊，所以他就对佛教产生了信心啊。所以他就重新用那个香炉来灌溉这个菩提树还没有拔出的根。哎，这个第二天呢，这个树就长出来了，虽然破坏了，很快长得跟原来一样了。但是阿育王他有个王妃呀、妃子也是一个信外道的啊，他就悄悄地派人又重新砍伐这棵树，
啊。那么以后阿育王自成这个齐寝呢，这棵树又生长起来了。啊，这是第一次被砍伐。在第二次，就是在七世纪初的时候，也有一个鄂王叫奢赏嘉王，他也是信外道，来砍伐这棵菩提树。但砍伐之后，又有一个信佛的王叫满咒王啊，据说他是阿育王的哪一世的孙子啊，哎，用1000头牛的乳来灌溉，哎，这棵树又活过来了。到了12世纪，那是伊斯兰教啊，回教徒入侵印度，那这个菩提树就遭到了彻底的摧残啊。所以为什么佛教在印度基本上被毁掉了啊？当时印度的本土宗教也被这些回教徒毁掉了啊。你只要到竹林精舍看，他这个对佛的重要的地方，他都搞个伊斯兰的一个坟墓啊，一口棺材在那里压着啊，就是他基本上是一个毁灭性的破坏，所以这个本树基本上被摧残掉了。现在这棵树是什么情况呢？是移植过来的。当年阿育王的一个女儿啊，叫僧伽密多，她曾经把这棵菩提树的树枝带到了西南首都大梅加顶。以后这棵本树在印度菩提迦叶毁掉之后，再把这个西南的这个菩提树的树芽再移植过来，长出来的。所以从12世纪到现在，实际上这棵菩提树也就是8-900年了啊。这个不是佛陀当时的成道的菩提树，但是也类似于是佛当时成道的菩提树，因为那棵是从那棵树里面分支过来，再移植过来的。这是我们谈释迦牟尼佛在我们这个世间示现的菩提树，它是很神圣也很神奇但也是众生的共业属感。随人的业力属见不同，那阿弥陀佛的发愿是不管你往生者的自身的功德浅深、业力的程度，都要平等加持你见到这个菩提树，就是乃至少功德者。乃至少功德者就是没有断烦恼的人小菩萨或者初发心的菩萨，按他的智力是见不到这样的菩提树的。因为你看观经讲，西方极乐世界七种行树，每一棵树只有32万里，就是8000由旬。一树是8000由旬，就算1由旬40里，也就是32万里。但是这里显现的是400万里，多出了10多倍。而且他能见到这个菩提树的无量的光、无量的色。为什么要加持他见这个呢？就是我们从后面看到，这个菩提树的加持力极大。这个菩提树就是阿弥陀佛的整个的法身的显现，他的枝叶繁茂，种种珍宝具足，无量的光、无量的色、无量的宝网无量的音声所以你往生者只要是六根接触这样的菩提树，这个六根就清净那见到菩提树的颜色，听到菩提树发出的法音，尝到菩提树果实的味道，鼻子嗅到菩提树的宝香，意念
啊，身体接触菩提树放的光，意念思维菩提树的功德，那么就会怎么样呢？你就能得无生法忍，得三种忍啊，音响忍、柔顺忍乃至无生法忍。这就意味着我们一往生，哪怕是少功德者，我们见到这棵菩提树、道场树，我们就能够证得无生法忍。这就是以菩提树做佛事了，这就是全施佛功德为智功德了，这就是一往生，那这个成佛就很快了，不需要自己苦哈哈的修行多少劫了，你只要知见，这个知就是看得清楚，见就是了了分明，你六根接触这个菩提树，内心是了了分明的，是能够清晰的接纳到这个菩提树所传达的那种悲愿的信息的，所以它就能够令我们快速的证到道果。看二十九愿，受金普德自变愿，这一愿的大意就是，如果我成佛的时候，我国中的菩萨如果受，就是接受，读就是批文为读，这个经，经典，经就是法，就是规则啊，接受读诵这样的经法，他的把它落实在修行当中，风诵持说，就能得到无碍的辩才和智慧。如果这一愿不能兑现的话，就不取正觉。这也是法藏菩萨慈悲呀，他在因地考察他方世界啊，有些佛座下的弟子们虽然也在修行，但是智慧辩才很有限，比如周地盘陀伽啊，你叫他一个偈颂都背不下来，要跟外道去辩论，肯定辩不过人家，辩不过人家就人家就居高临下呀，就瞧不起你这些比丘啊。玄奘大师写西域记，他就记载在龙树菩萨的时代，有一个波扎尼国，他这个城市本身也是奉行大乘佛法的，有一百多座寺院。曾经有一段时间佛法很深信，这些长老智慧都很高深，但往往哪个地方都有外道，外道就常常是要来作对的，所以佛法深信甚是这些外道就没有办法。以后逐步的这些长者就圆寂了，后继就乏人了，人身材就稀缺了，但叫外道他搜罗徒众，钻研经典广学多闻，他成长起来了力量很大，力量很大，他就跟国王说说这些这些沙门师子都是没有什么水平的，如果他敢跟我们辩论的话，我们就跟他来试一试。所以他就挑起了辩论，这一辩论呢国王就主持这外道跟这些比丘辩论，当时就设了一个辩论原则，这外道说，如果你们输了就不能见地，就是寺院里面敲钟啊打板啊你就不能见啊。这么一辩论，真的人家外道占上风，这些比丘虽然多一个个都辩不过人家，辩不过人家那就怎么办，那只有你这个寺院不能去见地，
不能敲钟，不能打板，这样的整整的持续了十二年。那这样就被外道完全的搞得没有面子了，没有形象了。当时龙树菩萨听说这个事情，他护法嘛，他就准备要前往啊，要跟这些外道辩论，解除这么一个尴尬的局面。那龙树菩萨的弟子提婆也很有智慧，说这个事情不需要师父出马，我去就可以。开始龙树菩萨还有点不放心，你去你能辩得过他们吗？如果这一次还辩不过他们，那就不好办了，是吧？提婆就说，你如果不放心的话，我们先辩一下，你做反方，做外道，你来提来拨。龙树就做外道来辩驳，辩驳了十天，终于这个提婆还是占上风。啊，这一看占上风，也就是热身呢，啊，训练了一下，哎，比较有把握，就派提婆去。提婆就迅速前往。那些外道听说这个消息呀，赶紧跟国王说我们原来都有这么一个规制，让这个寺院不能敲钟，不能去见地，现在千万不要让外国的这个僧人进来。那国王真的下禁令，不让外地的僧人进来。所以提婆是伪装，就把那个比丘的衣服脱下来，伪装成一般的人混进了城里，直接直奔这个寺院。这个提婆当晚上就睡在那个钟楼那个地方，第二天一早提婆就开始集中。这一集中呢，其他的寺院纷纷集中。你看一个国家十二年所有的寺院都没有声音了，被压到这个程度啊。这一集中，那这个全国震惊了啊，十二年没有的钟板怎么出来了啊？这个外道也纷纷云集，国王也来了，然后就开始辩论啊，辩论七天，终于把这些外道全都这个把他压下去，外道就自认啊，甘拜下风，所以就建了一个塔。啊，这个塔就叫集见罪塔，所以这个辩才是非常重要的。在古印这些外道，那这个辩论就是拿生命做赌注的，如果辩输了，剁在腹柱就砍头的。啊，那佛陀在世的时候，也是不断的跟外道的辩论当中啊，佛教成长起来的。啊，当这个外道辩输了说要砍头的时候，佛就告诉他，我们佛教没有砍头之说，你们都出家啊，每次辩论都准备一批僧衣啊，他输了就出家啊，做沙门狮子啊。所以这一愿就是加持往生的菩萨要有辩才，要有智慧。好，那辩才智慧从哪得呢？所以这两句话很有意思。若受读经法，风诵词说，这里面实际上就包含着阿弥陀佛教给我们的这个开智慧的方法。这个受是接受啊，这个经法是由佛来授，你来接受的，这叫受。啊，能受的是佛，啊，你所接受的是这个菩萨。那你能够受这个经法，说明你是有信心的，所以就叫信受。啊，信受之后，你对这个经法读就是批文为读。都拿着经本，你看这个文字就叫读。那这个经典就是法，这个法不仅是极乐世界是法，乃至放之法界都是这个法，都是这个真理。放之法界而皆准的真理啊！现在西方搞什么普世价值，那极乐世界的经法是普法界的文明
啊，那对于这个经法，你风，风就是带有一种风颂，这个风就有点歌咏赞叹的意思。当年鸠摩罗什大师有个感慨，梵文文体当中它有很多是寄颂，这些寄颂都是有韵律的，都能够歌唱的。一般这个弟子菩萨见佛是一定要歌叹佛德为珍贵的，为最好的修行的，所以经中的寄颂都是有这个音乐韵律来歌咏赞叹。但是这种文体的字释，你翻译成中文，哎，这个文体就有很大的差异，这种韵律就被丢掉了。鸠摩罗什大师翻译过程对这个事情很苦恼，他当时跟深瑞他的弟子八大弟子之一就有个讨论，说这个我翻译这个把梵文翻译成中琴言啊，那时候叫瑶琴嘛，琴言也叫中文，就类似于嚼饭给别人吃。那嚼饭给别人吃，嚼的饭出来的那个饭就失去了那个原饭的味道了啊。那不仅是失去了味道，你把嚼的饭给别人吃，甚至人家还会呕吐，他就苦恼。那个深瑞就安慰他，虽然你嚼饭给人吃你觉得很苦恼，总比他没有饭吃要好嘛，是吧？他在饥饿状态嘛，啊，哎，所以他们就讨论一种以中国诗歌的形式，把寄颂转为诗歌的形式，也能够有一种歌叹、吟诵的特点。那古人那个诗都是吟出来的，我们原来听个老先生吟那个这个诗歌，还真的是很好听，好听。高雅，它能入心，它能感人。所以佛教为什么我们要谈翻倍呀？你翻倍的音声唱得好，它真的使你很宁静，很入心。所以这个风就是一个梵音吟诵的这样的特点，有它的韵律，有它的音节，有它的抑扬顿挫。再就是颂，背文为颂，说起这个，我们都很感慨。我们看高僧传呢，常常看到这些高僧很聪颖呢，很有才华，常常讲他日诵千偈，一偈四句，一般是32个字，千偈就是32000字，他一天可以背32000字的经文出来。我们想一想，我们现在是暗顿到何等程度，我们的记忆力完全的衰退到太低了。18高贤有一个寄病过来的沙门叫佛陀野史，18高贤之一，他是翻译四分地藏，他翻译四分地藏是60卷100万字，他是没有带范本过来的，就是暗诵，就是背下来的。当时他来到长安，他原来是鸠摩罗什大师的老师啊。鸠摩罗什就极力的向姚兴啊国主推荐佛陀野史，希望姚兴帮助他建立翻译厂，来翻译这个四分地藏。那这个翻译的场面不是一个人翻译哦，那这个佛陀野史最后的一场是300人参加，鸠摩罗什的翻译场都是3000人参加，那是举国家之力来翻译的，那是非常慎重的，多少第一流的人才来参与的。
当时姚欣对他听说他又没有范本，他就背诵下来，就有点怀疑他真的能背得下来吗？然后就派他的一个弟弟叫姚贤当宰相的，去试探他是不是真的背下来。这个弗罗耶舍就很流畅的背诵一卷一卷背诵。背了两卷之后，这个姚贤也判断不了他背的是不是真的是那么回事。姚欣就有一个测验的方式。姚欣是羌族人嘛，他那个就有一个药方，羌族的药方大概有50000字。那个药方这个东西是没有任何联想的啊，然后就让佛陀也是2天之内把50000字的这个羌族的一个药方书背下来。那这个佛陀也是真的有过目不忘之能，看了一遍就一字不漏的把这个50000字的药方全都背下来，这样才让这个姚欣还真的相信他有这个本事，来帮助他建立了一个翻译场。所以现在我们看到的四分地藏，这是比丘戒非常重要的一句，是佛陀耶舍翻译的。佛陀耶舍最后他来东林寺的因缘，还不是来东林寺，他是到了这个归宗寺。他到归宗寺是什么因缘呢？是他在定中，长安的定中就见到这个归宗寺上面的那个峰叫梵轮峰，看了这个景象他才过来。所以原来归宗寺的一个铁塔就是佛陀耶舍建造的，他一来庐山，慧远大师就把他邀请到东林寺加入莲寺。这些古代的高僧，那还是中古之极，他的那种暗诵的水平真的是不可思议啊！但是当那极乐世界的菩萨他诵的那就更厉害了，那不是日诵千计了，可能日诵万计亿计都是可以的。龙树菩萨他的暗诵的水平也是不得了啊！那个华严经就是他送出来的10000计呀，我们看到的现在华严经只有45000计呀，不到一半呢。持就是你要持这部经，要受持，要依这个经法来修行，这叫持。这个说就是通过你的风诵持，你自得一心，然后广为宣说去说法，这样你就能得到辩才智慧。开发智慧我们要有个基本的认知，要相信一切智慧我们众生本质具足的，本质具足这智慧在外面借助这个风诵词说的这样的一个缘，就能开发辩才，就能开发智慧。一般你有智慧有辩才，你才可以去弘法利生。你光有智慧但是你没有辩才，茶壶煮饺子倒不出来口里乐乐的，那你也很难弘法。或者你光有辩才没有智慧，讲的东西很空洞，也不能弘法。一定要辩才智慧同时具足。好，这里就讲到这个读诵是开发智慧的方法。因为这个经法是佛属正悟的实相般若，属实相般若属流现的文字般若，所以我们要读诵经典的时候要有至诚恭敬心，不要去分别它，不要去用逻辑思维去考究它，也就是恭恭敬敬无分别的去读。
自然这个经文的微妙之意、言外之意就能显现出来，这叫读经千遍，其意自现。你不要过多的执着文字，文字是指向那个法义真理的手指，不能执子为约。但是你要了解这个真理之约，也离不开这个手指，它是离文之相又即文之相，即文之相又离文之相。哎，那你怎么去耦合呢？你在这个无分别心里面，在恭敬心里面去读诵，读诵就弱化逻辑思维啊，强化这个限量的啊诱脑的功能。你看古人同盟教育，他不讲解很多东西，就是读经，把四书五经全背下来。背经的过程，它就是开发智慧的过程。你读三年的私塾，可能都受用一辈子。现在我们，你读个大学毕业，好像都派不上什么用场。相差太大，就是我们现在的教育在开发智慧方面很不得法，或者完全的阻逆了智慧的开发，因为他太强调那些逻辑思维了，太强调那些分数啊、功利的东西了。那这些幼老的智慧性的东西，是要你接近自然界，你的仁慈之心、你的恭敬之心、你的无分别心、你的音乐感、你的审美感啊所显现出来的。那恰好我们现在的教育很缺这一块，提了多少年的素质教育，还是摆脱不了考试的指挥棒，所以这套教育出不了什么人才啊。所以我们啊，一定要去读诵经典，读诵。你看这个觉明妙行菩萨在这个西方阙子，他也很强调诵经，读诵经典，也强调啊，你心要空灵去读经。有七种情况，你就不要去读诵经典。比如你心昏沉散乱的时候，你不要读经。你读经一定要很清晰的状态啊。念之在之，念清楚听清楚，不能昏沉散乱。第二是有过犯的时候不受持，你这个有过患，心里就有疙瘩，就会想这个事情，这时候你的赶紧就要忏悔掉啊，才能以比较清净的心来受持这个经典。第三，都不干净的地、不净处不要去持经，这个地方不清净啊，在猪圈旁边，在厕所旁边啊，不清净的地方你不能持经，这要表达你的恭敬心啊。第四呢，饮酒后不持经，不到阎王爷的地方叫你诵一部经，想超度下他，可能经文也到了，但是酒气也到了啊。第五呢，是人扰不清净不持，就是你在读经的过程当中，最好不要有人干扰，啊，古人有时诵经都要挂一个牌子啊，诵经啊不打闲岔呀。如果你诵经，忽然有人来找你啊，接个电话，什么事啊？那你完了。当时戚继光就是抗倭英雄嘛，有一个阵亡的士兵，他就托梦给他的妻子，就是希望戚将军呢，为他送一部《金刚经》来超度他。戚继光就在佛堂里面，他也信佛呀，就送《金刚经》。送的过程当中，侍女呢就给他要送一杯茶过来。这是诵经，他是不能打闲岔，所以他就示意啊，摆摆手，意思就是不要，就是示这个意。那个丫鬟也知道他不要，就回去了。但是虽然没有讲话，这个意念出来了，所以第二天阵亡的战士的妻子回来说，夜晚做梦了，他的亡夫说感谢戚将军，但是这个诵经当中多了两个字啊，多了两个什么字啊？不要，搞得就没有出来啊。
这个戚继光就想，哎，我诵经的时候怎么还多两个字不要？哦，他再想想，哦，是那个丫鬟送茶，他摆个手已经心里已经是不要两个字，就进入诵经里面，不要，多了两个字，希望戚将军再重新给他诵一部。这时候他就很重视了，告诉所有的家人，不能打扰啊，派士兵啊，这个围住周边，一个人都不能进。然后他在那里清清静静的把这部《金刚经》送完。第二天，那个阵亡战士的妻子回来说，他的亡父托梦，感谢戚将军超度出来。所以你这个人干扰的时候，你不要去持经。第六呢，就是有事将做未做不持经，你心里有个事，准备去做，但又没有去做，那时候你不要去持经。因为你这时候持经，你还想到，哎呀，这个事情我还要去做，不做不行呢，你都是打这个妄想。要么你就赶紧就把这个事情做完了再来诵经，心里不能三心二意啊。而第七就是心别有记忆不持，就是还有一个更重要的事情你还记得很牢啊，诵经的时候都一模一模显现在自己的头脑当中，这时候你不要去持啊。所以你这个诵经就是要有恭敬心，要有清净心，要万缘放下。你诵经的当下就是全体的经文，就是你的自信，就是佛亲自在你的面前，在我们的面前讲经说法，你这样去诵，哎，这样去诵，你自然就成熟。最后是在观心中持之，你持得清净的时候，这个经典的文句就在你内心有种观照，你在观照力里面那个经文清清楚楚，这个功德更大，果报也不可思议。我们大家可以试试，比如你诵一部很短的经啊，心经，甚至你在临睡觉之前，你就心里默念这部经啊，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这时候你心里非常宁静的时候，你真的就在那种观照的心当中，经文就很清晰。这时候不是你记忆出来的，也不是你故意说出来，但是这个观心当中的文字很清晰，还带有因心之相，哎，这个功德更大啊。观心就是观照心当中持这个经，就离开那个分别的逻辑思维，它就能够跟经文内在的法义境界能够相应，能够感通啊。然后这样也就能开发智慧，开发辩才。再就是这个专称名号开智法。我们的智慧辩才从哪来？前面讲你持经是一个开发智慧的方法，你念佛也是开发智慧的圣妙方法。这个文殊菩萨他介绍的一个经验，细心依佛专称名号，随这尊佛的方位端身正向，能与依佛念念相续，即于这念佛当中能见三世诸佛，若得此一行三昧诸经法门悉皆了之，智慧辩才终不断绝。所以文殊菩萨以根本智行一行三昧一向三昧，就是开发智慧辩才的圣妙的方法。第三个方法就是说，你讲经说法开智慧。可能我们到基层弘法啊，或者本人这几年这个在讲法的过程当中，也有这么一种感觉，教学相长。其实我们在讲法的过程当中，你得要有所准备吧，你得要对经文要深入思维吧，
你不去讲的时候觉得好像也看过了，但看过了是佛光掠影的看，反正似乎懂得了，实际上你是说不出来的，你也不一定真懂得了。这时候你要在一个场合要跟大家说，你就不能讲似是而非的东西了，你就得要去深入的思维了啊，要对这个经文全体要有个组织性了啊，而且你在讲经的时候啊，你的要有恭敬心、谦卑心，还得要观机呀，观下面的听众的根基啊，观机斗教。佛讲经之前都要入定了啊，入定就是就是在定中观察与会大众的根基，然后再出定随根基来说。所以这样的过程，实际上你就在修止观了，你就在定慧商修了啊，在通过你讲法的过程，知道哪些地方自己还讲得不透彻，讲得很模糊，实际上说明自己在这点还是没有真正把握，于是知道自己的缺陷在什么地方，不足在什么地方，你就会进一步的去弥补啊，这样教学相长啊。还尤其是你在讲法的过程当中，当然你是清净心讲法，不是为名，不是为利，不是为了争强好胜啊，你这样的完全出于慈悲心啊，不忍众生苦的心啊，待做如来使的心去弘法，哎，就能得到佛的加持啊。佛的加持呢，你通过说法，实际上你为与众听众说法，最终是为自己说法，自他不二。所以古来的很多讲经法师，他为什么会有时候进入一种状态啊，这状态类似于无我的状态了，他嗔心而出的东西不是他原来准备的东西，他就能够自然的流露出来，然后等下面的门人弟子记录下来之后再给他看，他会觉得很吃惊，哎，这是我说的吗？我能说得出来吗？所以你看阿难尊者他结集经教经典的时候，阿难一生坐，他的样子都像佛的样子，法力不可思议啊，这个佛法身三宝，从某种意义上说法宝是第一呀，正因为有这个法才能出生一些诸佛呀，所以任何一尊佛成佛之后观察这个世间，没有任何人比自己更高的，他是无上士，但是他都要以法为师啊。所以你这个去讲法，你一定要发这个心啊。《法华经》讲一个讲经的法师要披如来衣，披如来衣就是要忍怒，肯定下面听众各有不一啊，那这个有赞叹的，也有专门找你过失的，这时候你要如如不动啊，要忍怒啊，不能听到别人赞叹自己高兴坏了，别人指责几句就自己受不了啊，要别人来指责你，心要平常心，如果人家能够指出的对，你还要生欢喜心接受，要忍怒啊。入如来时就是要有慈悲心，慈悲心为大众说法啊。做如来做就是要有空性的思想，你有空性啊，别人的赞叹也就是一个声波现象，别人的诽谤也是一个声波现象，有什么关系呢？都是平等的，实际上最终是说者也是空，听者也是空，无说无闻才叫真说法、真听法，有什么可以执着的呢？哎，你得要有空性的思想啊。那这样
你这样的心去说法，祖父赞叹，同时也是申报佛恩或者报众生恩的这种表达。在极乐世界，这些往生者都在实践这样的开发智慧的方法。比如他很潇洒呀，他先在宝池里面沐浴啊，沐浴这个沐浴的过程都是修行呐，这个水都能够洗足垢污啊，都能够开显佛性呐，拂烦恼啊。然后沐浴完了之后，哎，他就坐在莲花上啊，沐浴之后他得到了觉受啊，或者在坐禅，或者在讨论，或者有人在讲经，或者有人在听经，或者有人在辩论。辩论也是很重要的，辩论也是开发智慧的方法。这是一种观念思想思维的碰撞，能最大限度地把人的这种智慧的潜能激发出来。所以佛门当中有个辩经呢，可能我们汉地可能这方面还是进行的不够，但实际上我们佛教界如果要全面走向社会，辩论是在所难免的。无论跟学术界，还有跟那些外道，基督教、伊斯兰教，这个教义当中的异同呢，必然会产生一种碰撞啊。这是你得要有辩才啊。当年这个长安僧团鸠摩罗什大师为首，他座下有八位高足弟子，其中有个叫道隆的，他的辩才就很好啊，这个记忆力也很强，内外的典籍都能够记忆下来啊，这个觉悟这个程度也很高。当年有一个狮子国的婆罗门，听说长安的佛法很兴盛，他自己呢读了很多的经典啊，博学多闻，很善于辩论，他就找上门来要跟长安的僧人辩论啊。辩论呢，他主要的目的就是，你既能佛法在那里传得很兴旺，我的婆罗门教也很殊胜，不亚于佛法，我辩论赢了之后，我要在长安弘扬我的宗教。他是外道的最优秀的人啊，一来向姚兴国主请示，要跟长安的僧人辩论啊，公开挑战。那这个鸠摩罗什弟子3000人呢，居然听到这个外道要挑战，没有人感应的。最后鸠摩罗什大师就指定道隆出场，这是关系到佛法的法运问题啊。如果你辩不过，那你弘扬佛法都会受到极大的影响啊。那道隆说，我的理解的辩才的并不亚于他，但为什么我不敢主动挺身而出，就在于我对于婆罗门的这个经典没有全读过，就把他给出观点我没有读过呢，就辩不过他。所以鸠摩罗什大师就把婆罗门教的所有经典列在一个经目，让这个道隆去过目。道隆这那个智慧也不得了，把这些经书一过目，也都能够背诵下来。辩论有时候有辩论之相啊，非常有底气，非常非常豪壮的人啊，他在气势上就占上风，常常会有胜利之相。而这个辩坛论坛就设在这个皇宫里面，长安宫。姚兴还那些大臣们，还有所有的僧众，还有外面来的这些人，哎，一看这是一个大节目精彩呀，全都过来了，来听这两个人辩论。那这个辩论，那就是各显其能呐，这是不加思索的。你平时的积累，你临场的敏捷发挥，
它是完整体素质的表现啊。所以这种啊言辞犀利呀，你来我去呀，来对辩，哎，渐渐的这个婆罗门就落在了下风。落在下风，他就知道自己无论是言辞还是道理上都是啊短于对方，但是他还不服输啊，因为他认为我自己读的书很多，道龙法师把自己读的外道的书一一说出来啊，然后同时列出了长安秦地的金属金和石的目录，所以道龙法师列的他所看的书比这个外道多出了三倍多，看的书更多，而且一都能背诵。而这一说，这个外道婆罗门就没有脾气了。这时候就轮到鸠摩罗什发言了。鸠摩罗什就嘲笑这个婆罗门，说：“君不闻大秦广学啊，就大秦国的这些比丘广学多闻，你怎么能冒冒失失的跑过来，远来长安献丑呢？”啊。所以婆罗门就很羞愧啊，就顶礼道龙法师的足啊。这时候道士们也砍头了啊，就悄悄地离开了长安啊。哎，所以你看这些这个辩才啊，我们得要训练一下，因为你要走向社会，一一都能碰上。你看现在我们的很多知识分子，他受科学的教育、唯物论的教育、无神论的教育，他一说出来的东西都是跟佛法有很大的距离，甚至严重的相悖。那你怎么样把他的观点给他驳斥下来，来驳正？那你需要点水平呢，你需要了解他的观点从哪来的，需要他了解他的破绽在什么地方，他不能自圆其说的地方在什么地方，佛法的真正的道理在什么地方啊。所以这些我们也要像极乐世界的菩萨一样的受读经法，风诵词说啊，要开发自己的般若智慧，要显现自己无碍的辩才啊，才是真正能够住持佛法道、续佛慧命啊、弘法利生的资本。好，南无阿弥陀佛。